他这部戏有一种很想叫他叔叔，你看到那种就觉得哦，你不要下手，就那种虐，你懂吗？你要么就吵一个大架，大家都别理谁，你不要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。对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，对，就是付费购买了。这个发挥的怎么样啊？比如说我跟那个阿姨啊都挺喜欢啊什么什么的，她肯定也不好意思跟我讲什么吻不吻戏的问题。够甜就磕到了，反正前段时间某个古装剧我磕到了，结局应该是个神剧量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鞠婧祎。小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《如懿芳妃》和《云汐传》这两部戏的关系吗？可能《云汐传》的故事写不走了吧，然后就用另外一个故事来演绎，全部都是原班人马。和张哲瀚第二次合作了，对他有什么进一步的了解吗？哇，他这部戏有一种，就是很想叫他叔叔。他每天就拿着那个手机斗地主，很像一个那种长辈，你知道吗？就天天斗着地主，那就说他行动变得越来越缓慢。然后我每天都在催他，对，但他脾气也特别好，就每天催他，他也觉得也没有把我怎么样。他都不会让我一起斗地主，就是他还挺享受他斗地主，可能斗到某种境界，他觉得很有自豪感，你知道吗？可能是闯关啊之类的，他特别自豪，很神奇一人。之前张哲瀚接受我们的采访说，你们俩听到看云汐都会流泪，是你们对云汐传的结局也很意难平吗？对，就是云汐传其实看到中途的时候就有点难受，就是他剧情一难受嘛，就会跟着难受。那这次对你跟如懿芳妃有弥补上一部分云汐传里的遗憾吗？现在就弥，应该是吧。反正结局应该是个，我们还不是，哦，不说是吧？如果一些戏份因为种种原因没办法呈现给观众的话，你会感到遗憾吗？就觉得可惜吧，因为拍的时候确实也拍的，也不光是这个戏嘛，就拍的时候其实都觉得挺精彩的，怎么怎么样，但没办法。这次你为《如懿芳妃》唱的三首 OST， 你本人有在单曲循环吗？我会放，我真的会听，我看今天自己付费购买的了。对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。对，就是付费购买了。你会就比如说买自己的歌，然后发给朋友们？我不知道怎么送，是用按分享键吗？我经常看到别人是有这么个操作，但我不知道怎么送。如果你知道的话，你会送吗？那肯定会送。我本来算了，没什么。是吗？你本来想送的，结果发现自己不会。没什么。妈妈最近有在追你的剧吗？他会追剧，他都是一般看完了，就像那种领导一样来跟我说一下，哎，这个发挥的怎么样啊？比如说我跟那个阿姨啊都挺喜欢啊，什么什么的。看到你的吻戏啊什么的，会特意来给你。他没有说这个，我觉得他应该不好意思说这种。他喜欢看那种戏，轻松愉快的，说啊这个戏我看得很开心，我就喜欢演这种戏。他肯定也不好意思跟我讲什么吻不吻戏的问题。你觉得《如懿芳妃》和《云汐传》相比哪个更虐呀？云汐传。云汐传更虐一点吧。不是那个时候龙飞是什么毒蛊人嘛，然后不是韩雪给他扎针什么的嘛，你看到那种就觉得哦，你不要下手，就那种虐，你懂吗？那种虐。如懿芳妃、李芙蓉和徐静总是互相误会，你会替他们着急吗？我们当时也会这么去聊嘛，我们就说有些时候吵架，你要么就吵一个大架，大家都别理谁，你不要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，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，但是就是那么写都没有办法。对，就是我们也当时也在苦恼说为什么有问题也不说，但是其实没办法，电视剧就是这样嘛，没有那么理想的状态，它就是人物之间就是有这个矛盾，你没办法去改变它，改变了那个线也不知道怎么走了。两集就演完了。对，两集真的演完了，没有什么理会是说不开的嘛。你平时追剧的时候看到男女主互相误会时，你会发什么弹幕呀？肯定就是会说，你说呀，你说出来呀，你说清楚啊，就是这种。如果看到弹幕上有人因为剧情骂芙蓉的话，你会是什么反应呢？但没办法，他就是剧情要这么安排。如果芙蓉和徐静转世到现代的话，你会给他们安排什么样的剧情呀？什么偶像剧通，就是偶像剧剧情全部来一套。看剧的时候，什么样的 CP 会让你有磕到了的感觉呢？够甜就磕到了。反正前段时间某个古装剧我磕到了，但我不告诉你是哪个古装剧。前段时间，不是那个后面吧？其实很容易想，没事，你就再想吧。这次芙蓉和徐静会有自己的小孩吗？诶，没有吧？有的话我应该会有印象的。但是也许有，只是没有告诉观众而已。大家都知道小鞠笑点很低嘛，拍摄《如懿芳妃》期间最戳你笑点的一件事是什么呀？他有一个单手抱我的还挺好笑的，当时给身边的朋友看的时候，他们就会看到这个画面就觉得很好笑吧，就一拎就起来了那种，那个过程会比较好笑。就是拍近景的时候也不是真的抱着，就是我坐在一个板车上面推着走，他假装抱着我。你更喜欢《如懿芳妃》里的造型还是《云汐传》里的造型呢？不一样吧，就是一个有钱一个没钱的区别，我还是同一个造型。
对，同一化妆姐姐哦，要么我印，对对对，口红应该是红了点吧，应该就这区别吧。他们给你定完妆之后，你会提一些自己的小意见之类的。我们在定妆的时候就会商量说，啊，头发怎么做个什么样的类型啊，什么就会商量着来的。对于你的每部古装剧都要女扮男装这件事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应该是每个古装剧吧，也不光是我吧，就每个古装剧一般女主都会女扮男装，或者是扮各种各样的妆，因为女生看起来都挺像女生的，就是你在。大大咧咧但爷们儿他就是个女生，对，所以我们每次拍的时候都会觉得哦一看就是个女的，然后大家都说哦电视剧嘛，都会吐槽，我们平时都会吐槽太多了，可能有的时候你跟观众早点睡觉。哦，一样的一样的。刚官宣的满月之下请相爱是一部现代戏，你觉得这部戏会符合粉丝们的期待吗？应该会吧，感觉粉丝应该也挺想让我拍现代戏的，就是好像感觉挺烧脑的样子，有一些悬疑的样子，奇奇怪怪的。嗯，你知道最近很流行的三句话总裁品吗？就那个推那个每天那个微博推荐的那个吗？嗯，我大概知道。那如果让你用总裁体的三句话方式概括如懿芳妃的家务，你会怎么说？我夫人不好了，我要娶正妃了。没关系，我梦到了，已经改梦了。前段时间看到你晒吃火锅的照片，想知道你吃火锅必点的三道菜是什么呀？在外地还是在四川？要分的。在四川一定要点香豆腐，因为外地没有香豆腐，就那个扭的像麻花一样那个豆腐，它的口感跟年糕有一。但不是年糕啊，对，它就是香豆腐，然后牛肉，然后什么毛肚啊、千层肚啊。一般吃火锅的话，你会是饭桌上第几个放下筷子的人呀？我会放下再拿起，对，要休息一下，对，对，因为有时候确实中途需要休息一下。看你微博说自己胖了，是因为吃什么吃胖的呀？你没有觉得吗？哦，算了，没有觉得。我后来发现好像是因为肿，因为我又吃了几天草，我发现，因为我肿的话，每天早上起来眼睛睁开会有点费力，就是有点胀嘛。然后吃了几天草之后，早上起来哦，精神倍加，就是眼睛睁开特别轻松。我就发现应该是晚上我都吃的太咸太油了，吃了几天清淡的嘛，好像就有点消肿了。但是胖也确实是比以前胖了，因为冬天了，老想吃一些东西，可能是冷嘛就想吃东西。一累你就想吃东西，可能是冷嘛就想吃东西。除了羽毛球以外，最近你还喜欢什么别的运动吗？不喜欢了。我就想打羽毛球，要么就是跳舞。运动的话就是一直枯燥的做一件事情，我有点不喜欢枯燥，就跳舞我就不同的套 不同的动作，但运动你跑步就只是这样这样这样，我就会觉得有点枯燥。你是不是很怕没了？什么什么东西打扰了。看到你经常去迪士尼，如果让你去迪士尼工作的话，你想做什么职务呀？我一定要去那个花车啊，那个游行那个，我要去演一个那种角色，就在上面，嗯，那种都行。还有节日的氛围，所以它每到一个节日它就是里面会布置不同的主题嘛，就会很漂亮。你一般都会挑个节日？也不一定，就是想去了就去了。游戏环节看图猜人，现场提供剧组主演的五官局部照片，需要通过五官局部猜出对应角色，猜错抽签接受惩罚。嗨，江山是不是？是不是江山？我跟你说，我认人厉害的很。哎，真的是他。哎，我有点厉害。好，我没有作弊啊，我再翻下一页。有点打脸，这个是因为剧那么多，很多人都搭不到戏的，所以我宋欣然吗？对，是的。哦，果然是他。好，下一个。这个是啊，我知道这是谁，这肯定一看就是徐静。哼哼，果然是他。徐平。哼。啊，我师傅。啊，果然是我师傅。那个叫伍佰起。那下一个只有傅轩了。我就说嘛，我都猜到了，哦，果然是他。这个是那个喜欢傅荣的那个叫世子，什么世子？果然是他。这个是那个徐静的妈。Yes。哎呀，这个一看就是齐竹。嗯，果然是他。还有吗？没了。全对了，我还准备了这么多惩罚等着你。说明太聪明了。
哦，没事吧？应该，人家观众以为我们采访了一整天。如何每周三准时 get 神剧亮了最新节目呢？打开爱奇艺搜索“神剧亮了”官方，一键订阅或扫描二维码关注爱奇艺电视剧微博、微信公众号。